八 ，Hello， 早晨。九八八，新年新鲜事。九八八，咖啡饼干茶。九八八，超强 K 六档。听九八八，让你知道多一点。大家好，来自九个八的电台 DJ。 除了大埔之外，我 Mona 都很喜欢吃的。讲到吃在马来西亚，你要找些漂亮的食物一点都不难，尤其是就是在哥伦布林。不过你说如果想找到些很多的餐馆，各有特色各有主题，又要聚集在一起的呢，这个就真的要花些时间和精神的。所以今期的讲饮讲食就会带你来到这里了。我相信你看到的就是 IOI Mall， 没错，就是蒲总。蒲總原本就是一個原優地和一個礦地，今時今日只可以發展成為一個金繁榮的商業和住宅區，這個就有賴於 IOI 集團當然獨具慧眼，才可以將蒲總發展成為今時今日在雪隆區是一枝獨秀的黃金地帶。蒲總區今時今日有些什麼？有就是商業、教育、酒店、住宅、休閒等等的一個綜合用途的大市鎮來的，所以也可以為這裡的居民提供一個非常完善和設備好好的居住環境。在未來的日子，這裡將會是一個新的發展趨勢，有財力、有實力的投資者相信也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去邁進。市镇点可以少咗食肆咧？蒲总呢度实在有好多好多嘅餐馆嘅。咁今日咧，第一间带你嚟到呢一个咧，就系讲究饮食文化、追求真味、与众不同嘅真不同。喺未入到嚟就惊异感觉到呢度嘅服务咧系非常之周到嘅。嗱，你睇下呢度环境几咁舒适，仲拥有个人嘅 VIP 房间添啊！讲到话食咧，除咗环境之外咧，最重要嘅就系饮食文化。真不同、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除了色香味之外，它再强调一样东西，就是营养的养这个字。如果你都想尝试一下中国八大菜式的话，你都可以在这里尝试得到的，包括了有山东、江苏、广东、福建、四川、浙江、湖南、安徽，你想吃这些菜的话都可以来到这里的。由古至今，食物疗法就是由中医的形式演变而成，所以也称为传统的饮食药膳。在我们享用的同一时间都可以达到治病养生的作用，所以药膳历来都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。现在在我身边有的就是真不同的大厨师，他就是罗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我看到台面上有八大的菜式，不如这样，你逐样跟我们不断介绍一下先。好啊。这个就是茶叶煎鸡，这个是福建佛跳墙，这个就是湖南左宗鸡，红烧包翅，还有这个东坡肉，是我们送的包仔，这个甜辣回锅肉，太湖脆鲜，还有这个神仙鸭翅。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福建佛跳墙给你吃一下。首先你一开盖，最重要是闻那个香味先，然之后你喝第一啖汤，试下浓唔浓。再跟住嗰个翅同埋啲汤一齐食埋去，食到入边嗰啲海味嘅料，食到尾嗰啲汤都仲系热嘅，咁就好食啦。你知唔知啊？佛跳墙原本嘅名叫做满坛香嘅，后来叫做佛跳墙，一个咁样嘅故事嘅。相传咧就喺唐朝嘅时候咧，有一名嘅高僧，咁佢咧就路过福州，系夜宿旅店嘅时候，佢就闻到隔篱，点解咁香嘅？于是乎咧，佢就忍唔住个香味，哇！咁佢就跳墙而入，就系为咗要食呢一样嘢，所以咧就叫做佛跳墙啦。咁依家我介绍呢个茶叶烟鸡俾你试下。呢个茶叶鸡咧，我就用咗呢个保里茶叶。同埋有少少嘅煙味，食落去咧就會有好香、好清新嘅茶葉香味，同埋有多少煙味。真係好味啊！即係嗰個茶葉嘅香味咧，就係撲鼻喎。咁又啖啖肉咁咬落去咧，嘅口感真係好好嘅。如果你都想食到中國八大菜肴嘅話，就一定要嚟到坐落喺 Bandar Tree， 就喺蒲總嘅真不同。因為嚟到呢一度，你可以係食到與眾不同、追求真味、好滋味嘅菜肴嘅。多謝羅師傅。多謝。